海市情歌不但在明日之星舞台屡创佳绩，网络人气更是超级红不让，粉丝不但遍及全台，更横跨东南亚、日本、纽澳、美国东西岸，热情歌迷还成立了小凯妈咪团，每周组团到摄影棚为富凯加油打气。那其实他的歌声里面，我觉得有一种很内敛、优雅的质地，嗯，非常非常耐听，百听不厌。所以就学会上网以后啊，每天都挂在网上，看到两眼昏花，都点他的那个影音来听啊。哦、然后地也不扫了，衣服也不洗了。哎呦，听你的歌真的很幸福，真的。哦、真在歌迷的热切期望之下，富凯越战越勇。但在一流对手潘佩丽的猛烈攻势之下，战情的焦灼和自我期许的压力，一度让富凯忍不住哭了。差点崩溃啊！他一直在挑战于自己，一度想要放弃唱歌。哦，因为觉得这条路不是很好走，想到亲戚朋友给我很多支持，就觉得想要突破自己，因为他很孝顺，所以他一直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闯出一片天。因为因到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身躯，所以他压力很大。但是富凯姐姐要告诉你，就是说你不要操之过急，慢慢的来，因为你现在还年轻，所以你还有很多的时间，好长的路要走，不要哭，要加油。除了歌艺，抗压力是富凯最大的课题。挑战第十九大关，富凯以超高难度歌曲唱出96.5高分，不但战胜了自己的心魔，更刷新了明日之星开播112集以来的最高分纪录。歌真很惊人，所以今天就是讲，若无十足的把握，听这款的歌根本就是来压给，你懂吗？但是你做到了，就现场可以唱到这样，相当于完美。其实这首歌我是要打给你满分的，可以说你在歌坛可以打破纪录的。历经6个月的辛苦比赛，2011年1月1日，富凯不负众望，勇夺20大关。富凯用决心和毅力来证明自己做到了，成为百万关主是一个完美的句点，也是富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将以最旺盛的企图心向歌唱之路迈进，希望透过他的歌声打动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歌迷的心。